五人周旋，百万大挑战，战战战战战。Hello everybody， 我是辅仁高材生向威俊，今年十八岁，一百万我一定要拿到。大家好，我是如花似玉，美若天仙，长一颗痣只是不影响我的高强心，拿到一百万对我来说可是易如反掌。哇，这两位参赛者是非常有自信的、啊、好，好，我们接下来进行第一题，一万元的奖金，请问嘉义市辅仁中学嘴巴长痣的老师是哪位 ？A. 江明玲老师 ，B. 蔡少文老师 ，C. 吴元福老师 ，D. 何永生老师，请抢答。我会。答案就是 A 江明玲老师。来，你确定来长在哪里？就在这里啊！在这里。答错了。来，高同学，同学，答案是 B 蔡少文老师。谁呀、啊？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谁呀、啊？恭喜你，可能答对了。哇，怎么回事啊 ？What's wrong? What's bad? 哟。来，请问你获得这个一万元奖金，你要用在哪里呢？我想做雷射手术。你是说雷射除痣手术吗？是的，雷射除痣手术。那我们恭喜向威俊同学接受终极惩罚。啊，有惩罚。好，接下来是第二题，奖金10万元。来，第二题，请问嘉义市辅仁中学哪一位老师的 pitch 最高？ A 蔡美英老师， B 黄义清老师， C 吴建义老师， D 黄淑敏老师。获得10万元，那请问一下，你的10万元怎么来使用呢？如果获得到这个10万元呢，我想要买很多的音乐 CD， 比如说《鹅妈妈合唱团》吗？是的，《鹅妈妈》，请看 VCR。吃亏就是占便宜，计较，计较要创什么？接下来是第三题，题目答对的话奖金50万哦。来，请问嘉义市辅仁中学游泳池外墙上的图案是什么 ？A. 青龙 ，B. 干咬龙 ，C. 李小龙 ，D. 叶锦龙。来，请抢答，抢答！快来吧，这是谁呀、啊？什么题目啊？什么？知道了。好，那你有没有要用求救？好，那选择要哪一个求救呢？观众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观看现场100位观众的意见如何啦，请看。
万元奖金、啊。那你要有什么样的建设，想要买什么东西吗？啊，三代。我非常想要建造一个小木屋，那五十万我就用来做小木屋好了。你是说辅仁中学的木工坊吗？啊。金丢金丢，七给七给，最后一题啦，100万元奖金，会紧张吗？不会。对呀、啊，怎么可能会紧张？100万一定是我的囊中物。好啦，所以我们请看最后一题啦，100万奖金哦。请问下列辅仁中学的教职员中，个人资历最深的是哪位 ？A. 黄奕老师 ，B. 伍尤俊老师 ，C. 陈宪一校长 ，D. 简四超老师。哎呦，好难哦！哦，我无法，你会吗？我不会啊。哎呦，求救！好，他们决定用求救的方法，最后一个就是50-50。那至于要消掉哪一个呢？就要全部交给电脑来决定啦，请看。喂喂喂喂，太夸张了吧，电脑很闲的嘛，下来了，哎，下来了，还能听得见，太爽了，哎哎哎，哇哇，居然啊，来来来，赶紧出来，哎，刚上去听的，好了，请看。喂喂喂，王天武是谁啊？2.5游记是哪位啊？陈宪林63吗？2.2。对嘛，我来想想看，搞什么？好，所以现场请抢答。好，来，勾三一陈宪一抢答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可能他是朋友吧。恭喜你答对了。恭喜高长兴同学。获得。